阿布，哎，在干嘛呢？然后网上买了点积木啊，等有空的时候搭个积木玩一下。这么小的积木啊？这么小，这眼睛能看得过来的？慢慢看嘛，又不急，对吧？一有空我就来搭，慢慢搭，看搭起来也蛮好看的，是吧？嗯。哎呀，那要不要帮你一下的？不要，这个慢慢弄。你们怎么在？没啥事啊，就是今天爸爸不在家，问你今晚上吃啥。晚上吃什么？嗯、你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啊？就是麻辣，我想吃你做的什么面。我上次去杭州那个，不是我们经常去那家面条吗？不是一直是手工面吗？然后我上次去发现他老板换了，变成普通的面条了，没有吃到，就不好吃了。想吃面条还不简单，我去给你做。我现在去买点面粉。面粉冰箱里先看一下有没有啊？没有再去买吗？啊，好。好，我去弄点配菜。好的。下雨天真的干啥都不方便，鸡也都成落汤鸡了，放在里面省得淋湿了。哟哟，噜噜噜噜噜，赶紧吃。菜园里摘点菜，看看长江豆能不能吃了。长江豆种的晚，吃还是有的吃的，虽然长得不多。今天想做一个焖面，弄点那个长江豆，等会儿弄点土豆。这雨啊，一天都没停过，还越下越大了。先加少一点水，上次就是加太多，控制不好这个水平，我要慢一点弄。一次给他做成功啊！好久没弄了，有点生疏了。哎呀，水加都加都加多了，还是得加点粉。我们这边啊，吃那个面食吃的比较少，主要还是吃主食还是吃米饭比较多，所以说这个上次虽然说做成功了，到现在又忘记怎么弄了。这个度把握不怎么好。哎，回来了！啊，怎么还在楼面啊？我都感觉我去了好久了。这个越老越有劲道，我也好吃啊，是吧？所以说多弄一点。楼久一点是吧？啊，这个要功夫的。那都不知道啥时候能吃上饭了。好吃的东西不怕晚。啊，那我先把那个长江豆跟那个土豆弄一下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啊啊。稍微快一点，这样摁得很累的。不急。嗯。阿婆。哎。我刚才那个喂鸡的时候，雨太大了，鸡都没过来吃，不知道它会不会饿了。等一下它会来吃的，没事的。晚点它会吃的。嗯。它饿了肯定会吃。放在那边的。嗯，没事的，你只要放进去就好。长时间了，有点多，给它弄一半出来，等一下再弄，分两次弄。哇，好有劲道，挺多的再弄。
盛出来，我忘记了，翻一下手机。加点水。是不是这么弄的？我感觉要翻车嘞，辛苦你做面条的咋办？花了我一个小时做这个，你在家我吃一团面条，那不是白弄了吗？不知道这个面条适不适合这么做，它到底应该也适合的呗。能不能吃的？我本来做的能成功的嘞，但你做鲜面条我没做过。你没跟我说你要这么做，你让我把它面弄出来。已经翻车了，你吃吃看能不能吃？吃，哎，吃是好吃的。就是有点断掉了啊。嗯。那可以吃了吗？你早说嘛，早说我就不需要那么多。做面条了，我直接给他弄面疙瘩不就好了？一坨一坨的给你弄。可能面条是要那种很劲道的面条。以前我不是又做面条，做起来很好吃的。那种 Q 弹的那种面条。什么买？走着走着。那吃吧，快吃吧。好。吃喽。对不起你这个一小时的付出。没事没事，我是不知道你要怎么做，我以为要像那种，我就很想着地里有这个长江豆嘛，就晓得做吃焖面给你吃一下，因为我吃的我觉得很好吃。那刚才吃的时候是很好吃啊，就是味道是还不错，就是变成你看那一段一段的面疙瘩，就面，对呀，乱掉了。嗯，味道是不错的。嗯，好吃。等一下你可以留点起来。爸妈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尝尝看。看看是什么东西。你这次真的让我吃到了不一样的面条。独一无二的面条。我还自信满满，信心满满，嗯，保证阿波当时说好好吃。这么好吃啊？味道其实还是不错的，真的很鲜美哦。就是那个。我能说一句话吗？嗯。黄婆。吃的蛮好的。我真的是好吃。味道还可以，就是不像样。可以的啊。下次买那种，去超市买那种 Q 弹点的生面条，对，再做。对，让。不要让，不要让。我不要。我吃。这种不入味的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好吃。土豆跟长江豆还蛮好吃的吧？早知道就做那种意大利面那种的一个，卷的就是哎卷的哎那种更好一点。那我做不出来吧？我下次研究一下。好，好吃。